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这四次的这个交棒的这个过程哈，这彩绘火车的交棒过程。那么首先我想请我们黄处长帮我拿着这个普悠玛号的火车头，张贴台湾铁道与东部铁道姐妹缔结的这个标识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标识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好，那紧接着呢，我要请木下总经理来担任我们的第二棒，因为他接下来是我们东武铁道养毛号特急列车才会乘台湾的普悠玛号哈。好，那么现场来宾，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猜看看我们第三棒是哪一个列车呢？是。好，没有错，就是我们的台铁自强号才会乘东武铁道 Special 的列车。好，我想请副局长来担任我们的第三棒。好，那刚刚有跟大家报告，对不对？我们的台湾黄金列车即将卸妆，但是没有关系，黄金列车将继续持续为台湾来服务，台日的旅客服务。所以请东部处长来为我们接下第四棒。好，那等一下我想请除了长官一样，从三倒数到一，将您的铁环交给您左手边哦，哈，左手边的这个伙伴哦，哈，交给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是接力赛者哈。好，来象征我们台百年的铁道友谊历久弥新、使命传承的迈向未来。好，一样，三二。一，请交棒。是，对，请交棒，交棒。好，一样，我请说，请掌声。好，我们请说，长官来开一下前方摄影机。好，一起看一下右前方好吗？好，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左前方。好，好，那我们紧接邀请更多的长官来，我们请这个处长彭处长彭副座。啊，以及站长，啊，还有我们一豆桑、一米锦。